等同一場預賽啦 ，exciting， 緊張，平常心啦，好想快啲睇呢場比賽。唔應該去諗到係孤注一擲嘅，但係當然啦，要好好去面對啦。我諗我哋嘅球員比較年輕比較活力啦，咁我哋相對上我諗我哋會搶到個中場。始終佢嘅功力係即係暫時講超聯頭一兩位啦，咁希望可以保持好零失球咯。阿奕嗰場波可能發揮未咁理想嘅，可唔可以喺嗰度見到下咁大佬啲改善落嚟呢一場波？攞冠軍唔使咁開心，唔使咁緊張，喂平常心啦，睇住個心做。大家都行咗咁多步啦，係咪？我覺得應該係唔好再去諗其他嘢，專心。其實咁樣上廣州作客零時亞協，分別喺邊度咧？分別就係如果本土聯賽咁咧，就覺得有啲奇怪咯。我諗安頓咗，跟住午餐，跟住會出去練波。一班即係大埔啊，或者喺富力嘅好多隊友啦，其實大家都係由我第一年踢橫濱或者奧迪嗰陣時一齊做隊友嘅，咁見住大家咁多位球員都可以一路成長，咁其實係好開心嘅。富力可能聽日會唔會有一半嘅球員係本身我哋球隊曾經嘅主力，羅廣威啊、袁振聲啊、陳俊樂啊，咁其實都係由細到大一齊大嘅球員。我覺得個感覺相當特別。因為仲有少少記者。咁我陣間由頭又一次講一次，嗰個感情啱啱到。支持大埔，首先係區隊先啦，對於球隊個凝聚力啦。踢得好咪支持佢咯。今年今季都打得好好，尤其是係咯外援伊高沙托尼冇得頂。今日都好穩定。最大原因其實就是那個團結咯，係啊，團結咯，同埋個信念咯，好緊要。如果輸咗嘅話，先算啦，應該唔會輸嘅。贏唔到我都會繼續支持大埔嘅。我覺得今日好力啊，可以贏3波啦。對於南越地區嘅球隊嚟講，呢啲調得滿熱嘅天氣咧，係好正常嘅。
謝屋企人咯。我想多謝我前妻，我想多謝佢。都多謝我家女朋友，其實我覺得佢哋兩個都好大嘅犧牲。多謝你哋咯，我仲有兩個妻咯，多謝你班狗員。我歡大哥，係好想攞到呢一個冠軍去證明自己。咁咁多年佢哋努力係冇白費到。今日亦都可以話俾所有人聽，即係呢個冠軍真係係屬於我哋黃富大埔，亦都係屬於大埔呢個社區，都屬於香港人。尤其是今日喺廣州度攞個分成為冠軍，更加係有另一種意義。以前成日都諗啊，即係以前咧開始嘅時候會覺得冇問題啦，即係只要你做到。有射自然香，成日都會覺得係，不過原來每一次都唔係，因為當你有啲嘢時候，人哋話第二樣嘢啊。但我都明白咗係咁樣，因為呢個事情嘅，我又覺得未必係有好有心去講任何嘢，係正常。但係你有回應，我覺得呢個冠軍，我覺得要回應咗咯。